老戏骨陈曼娜出国探望儿子，住豪宅生活惬意，客厅大到能踢足球。近日，据港媒报道 ，TVB 老戏骨陈曼娜出国探望儿子一家，住进豪宅的她生活很是惬意。曝光的照片中，陈曼娜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出镜，头戴同色系帽子，打扮休闲。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对着镜头露出笑容，心情大好。已经70岁的她保养得很不错，皮肤白皙少皱纹，身材也没有发福，看着比很多同龄人显年轻。这套豪宅是一栋别墅，客厅面积非常大，都可以在里面踢足球了。装修走的是简约路线，色调以浅色为主，看起来很有格调。房子外有一个很大的花园，里面种了很多绿油油的植物。中间还有一个泳池，一家人不用出门就可以享受游泳的乐趣。难得出国，陈曼娜除了跟儿子、儿媳以及孙女共享天伦之乐，还约了一些在当地的好朋友聚会。